皮料定位，我们选择好软件的路线，划线路径规划。我们再次点击皮料定位，然后点击是进行划线操作。好，我看可以看到图纸外框已经划线完毕，然后在这一张纸下面塞一张笔画线框大点的纸张，在画好的定位框之内用双面胶，双面胶用来固定皮料的。贴完双面胶之后，我们可以把皮料沿着定位框线准确的放好，皮料一定要铺放平整，不能起鼓或歪斜，六个角再用美纹纸固定皮料。接下来我们皮料画线，皮料固定好后执行画线操作，画线完成后我们再次点击皮料定位，然后点击是进行画线操作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试冲。